我彩色在打偶像，看一眼啊。彩色在打偶像。嗯。哎呦，快开，看看看看能不能开电台。刚打多久？八分钟才。可以啊，开电台啊。开呗。呀，偶像怎么二发血法？彩色在打偶像，彩色打偶像赢得多，好吧。这一盘彩色对面是玉米哦，竞猜我只是写的彩色和对面，这个比较方便开一会。彩色的木头咋这么崩塌？一千块没木头。我所发挥最稳定的是菲菲和彩色，你那个黑的夸张。哎，哎呀，中奖的，中了378块一个。啊，偶像开矿了，这里血法留点，其实可以升二级烧。暗夜的话，熊其实有点打不过了。现在山里没转出来之前都不行，然后人族有双矿，升烧了，果然。好，烧面一发抽，感觉 DH 必须得有魔免，抽魔的时候马上魔免解一下。可能最应该抽的是血法，第二局先麻拉蹦麻拉蹦麻拉蹦，那抽血法，把血法抽空了再说，抽空血法再抽大法。这个地图是 TM， 而且他们打的没有说侦查的做的那么到位，都是靠感觉判断。我当然会玩暗夜了，我暗夜贼强。魔是不大够抽，所以要用道具啊，用魔免来抽，或者无敌来抽也行。感谢快开枪吧送的福袋。这波彩色来势汹汹，没打算转山岭科技没升，过来分矿搞了一下，然后要去主矿吧，截了一个破法，走不动了，这个破法这熊吼一下呗。这波先把 DH 的血线压下去，这波彩色目前是赚，主要是看打到什么程度用回城吧，不要说亏回去，赚了之后要懂得收手。好了，回城保 DH， 回城的时机还算不错。现在这波是彩色赚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单矿打双矿，人族有开矿，暗夜没开。
山林也没转，补了一个 AC， 然后熊刚才打架的时候被破法抽的七七八八，没啥魔了。要气节送的舒服袋，也许再去买无敌。哦，开矿了。然后爹爹单传过来割农民还可以，左下角被偶像控了。这里好像已经领先15人口了，分挂踩了2000块了吧。能把农民杀光。好，决战了。转山岭有点来不及了呀，这波极其的危险。我操，这爹全能把两根塔给砸了，牛逼啊兄弟！回城加单传，哎，兄弟你没用回城呢，走回去也行。这波整体来讲暗夜还很危险的，落后20人口分分钟死。围城调阵型，这里还有两口水。死了点兵。感谢用户84277的十张办卡，感谢老板的办卡。我的妈呀，偶像怎么撤了？我去，这不打死了吗？撤，太可怕了。撤了找分挂，找到这里，然后彩色偷在这个位置还不错的。又没给 DH， 救救孩子，救救孩子啊！那个，救救孩子啊！哇，偶像没有接着死肉和维沙，我来拆矿，拆矿更重要。那你敏六要不要给 DH？只需要私信留下支付宝就可以兑现。金娜迦。Our sacred grove is being desecrated.就这一波，这一波也很难翻，彩色要翻得 DH 打到六才行，那家到六也没什么屌用，到六跟五级没区别，废柴。这 DH 怎么回血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感谢三倍速的1500个大气。哎呦，烧这个山岭还好疼的呀、啊！150抽100，太凶残了。哇，山岭快烧死了！
哎呦，这还二级烧啊！职业分母的自我修养，嗯，有点道理。 这还不集结？感谢绿色有龟三倍速的啥？感谢绿色有角三倍速的大气。